TWICE 每位成员各有各的美，而其中子瑜和 Mina 更是被称为 TWICE 的颜值两大山脉。不过他们本人却总是美而不自知，像是子瑜先前和舒华语音直播时就曾经说过自己现在素颜不好看，让一旁的舒华都忍不住大力反驳。而最近又有网友翻出 Mina 在以前 More and More 回归时下了舞台后，被成员 Momo 问到今天的录制怎么样，没想到 Mina 的回答真的是让人黑人问号啊。 Mina 呢어땠어요오늘녹화는 너무열심히하니까 좋아Mina 认为自己太专注跳舞，懊恼没有做好表情管理。但网友翻出那场表演 ，Mina 根本超级漂亮，到底怎么会觉得丑？还有韩国网友因此开玩笑直呼，看来 Mina 的韩语还要再加强，才不会用错词啊。